我们再到美国去看一下，整个墙壁布满了2000个芭比娃娃，1000个芭比的男友肯眼望去，你以为这是一个博物馆，其实这是美国男子斯坦利的家。现年41岁的斯坦利自称他是芭比控，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收藏芭比娃娃了，每年要投入3万美元。他在佛罗里达的房子有7间卧室，其中4间都装满了芭比娃娃，总价值达到8万美元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梦幻豪宅。